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6年9月7日，旧历的7月17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环境局刑警大队伫咧婚礼查着一名林姓毒贩，徛家有大批枪支甲枪支，佮有海洛因等毒品，数量真惊人。闽西直播风气当流行，中华馆长为民国甲太太刘慧茹，就伫咧闽西替中华馆内八间新疆机构甲团体灌输中秋节礼盒，希望提升买气。新港乡六零学习中心举办结线宴的手工艺活动，互社区长辈家己动手来填雨伞，新鲜又个趣味。新闻头起先来看，卖毒品阁惊去予人乌食乌。彰化县警局刑警大队是前往分林，查到林氏毒贩哦，徛家有大批枪支甲枪支，就敢那是一间地下兵工厂共款。就连警方伫咧搜索的时阵，是来发现到林氏毒贩哦，趁毒品的所在，坐甲家己拢放袂记咯。放哪住人呢？无必要你看个硬个。林姓嫌犯被警方抓了来，原本还阁想要走，民警马上甲伊制服，为身躯顶敲出毒品。嫌犯身上勒袋啊、甲卡棒，凊彩就敲着毒品。来到厝内，更加是不得了，毒品四界藏，看到林嫌犯家己拢袂记藏伫倒位。都有啊。哎，顺手又阁一袋啦。放录下。好录下。警方表示，这名44岁林姓嫌犯长期贩卖毒品。因为刑事作风低调，予警方真歹将阿行踪。待一段时间了后，发现毒了未毒，还阁改请，疑似惊风乌食乌。本身贩毒怕黑吃黑，加上自己本身对改造枪械也有兴趣，所以自行在网络上学习改造枪械的技术。那每每在改造枪械完成之后，那为了测试枪械的性能，所以都会来试射。那曾经有一次，就因为不慎走火来误击了，误伤了自己的这个左手掌。警方最后在林姓毒贩身上，还有大的所在，总共敲出400多公克的海洛因，还有200多公克的安非他命，以及改造枪支和工具，还有疑似卖毒所得的189万现金。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网络直播愈来愈流行，彰化县长为民国甲太太刘慧茹用闽西直播当场变成节目台主持人，甲县内哦八间新疆机构甲团体制作的中秋节礼盒推销到全台湾，真美丽。伫靓雅白内面卖物件，桌顶摆满咱彰化县内八间新疆福利机构甲团体生产的中秋节礼品。希望我们县内的全国的乡亲啊、机构、个人啊啊，能够啊踊跃来购买身心障碍者他们所生产的中秋佳节的。管户消费处表示，往年管政府替这挂机构营销中秋节礼品的效果唔是真好，爱开真侪精神甲金钱，拜科技所赐。馆长的太太想出用直播的方式，伫馆长为民国的脸书粉丝页顶头来卖礼盒。我们县长夫人吼，伊感觉讲物件摆伫遐吼，真正是爱开足侪钱。那我们这次的直播呢，不用花任何一毛钱，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公益频道呢。他到我们8个身障单位全程录影，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直销贩售的时候，后面的布景是他们各单位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状况，他们院生他们在制作月饼的一个场景，我在觉得这非常的有意义，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县长夫人有这么好的 idea， 彰化是非常创新。头一遍直播促销的效果敢那袂歹，点外钟的直播就有14000多人的点外。真侪身心人士也开始私讯落订单。伫中秋节之前，这段影片会不断奉上，希望会当有缘买去。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
中华县政府头一次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替县内八间新创机构甲团体中秋节礼盒来做促销。我讲哦，乡亲一定唔知影，今年讲这个中秋节送礼市场真冷清，不少机构的人员就真烦恼哦。到目前为止，中秋礼盒的订单哦，都无到往年的十分之一，呼吁社会大众加采购，帮助这阵弱势朋友。原本应该是新三线专开的庇护工厂，因为订单无多，也予袂少机构真烦恼今年的业绩。销售状况比往年都还不是那么好，目前都还没有比较企业的大的订单，那需要社会大众来支持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制造的一些产品。机构的辅导人员指出，庇护工厂本来就在生产饼、胖等产品，不过中秋节才是旺季，只是今年的订单算真歹。今年中秋节预购状况呢，没有往年来的这么踊跃，对啊，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订单大概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对，所以就是希望如果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肯纳烘焙坊的话，就是可以多多跟我们就是做订购一下。事实上，不少机构这么多年以来，都知影家己的强项在倒。平常时生产的物件，在中秋节的时阵会专工进一两行来卖，但是今年算真反常。预购状况的话，没有往年的好，因为就是可能是经济不景气的关系，所以就造成说我们的今年订购状况没有往年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年也就主打一样商品。如果需要其他商品的话，我们一年四季是都有在贩售。虽然彰化县政府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替机构促销中秋礼品，县政府家己也研究两千分，借此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加侪诚心企业、团体甲民众踊跃来选购。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新港乡溪底社区二胡班成立将近三年的时间，每礼拜哦，拢会固定来练习，功课转来做回来去看卖。彰化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有哪些。Super MOD 送你免费电影随选随看，遥控器按下 SMOD 就有免费看片金，周周强片随选随看，你家就是电影院，强档电影周周看强片，全区试用看片金。脸书搜寻大彰化新闻粉丝团，按赞分享，再送您凯擘影城电影票。更多好康资讯，请洽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HBO HD 高画质电影九月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26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用更快的速度摆脱时间的束缚。凯擘大宽频500Mbps光纤上网，急速登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五分喇叭睡着，当家四口气呢，在万众瞩目的体育竞赛全程直播完整呈现。HBO HD 频道强档巨片，精彩不断，最新最 hit 的热门影集。HD 电影台，华语制作，院线强档，追剧神人的最佳选择。斗智斗力，新频道就是要让你看的不要不要的。地方建设进展，全力人文风情。大中华新闻专题，全力长大声讲，媒体全力注入新活力。
在地这家大声，欢迎准时收看。今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七月十八。根据同岁记载，明仔在位在吃八方，何时是早起九点到十一点哦，下集的那在。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新港乡六零学习中心举办结线演手工艺活动，师大家己动手填雨伞，拢感觉新鲜趣味。九十几岁阿妈啦，阿妈伊个伞。新港乡六零学习中心七月举办的串珠活动，真受到长辈喜爱。技术指导老师嘛特别举办结线年活动，指导长辈来填雨伞。啊，今仔是阮新港乡吼，啊，老人六零啊活动呢，来举办这个。结线缘吼，这个雨伞啊，这个活动啊，因为阮跩长辈咧，大家拢安真啊热心啦吼，啊真用心，啊有九十外岁阿妈啊来伫咧啊，这个做这个结线缘的这个活动，会当讲吼啊，公所这边咧，这个热闹的活动咧，会当讲公所拢足用心啊，互阮这个来咧办这个活动啊，这个热天也真好，啊要去出门。哦，运动各方面，这个雨伞可以当做乖啊，会当讲足方便的啦。这群长辈基本上拢是头一届亲手填雨伞，所以感觉好定新鲜个趣味，而且完成品会当做雨伞，佮会当做乖啊，用途真多。啊，咱乡长吼对这老人真好，这福利真好。希望讲吼，咱新港乡吼啊，能够出来的就尽量吼，是说尽量家带出来，因为即摆吼有徐小姐佮咱科长吼伫带领之下。噶只老岁仔吼，真正每一工拜一拜、礼拜三、拜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尤其是今仔日这个雨伞节吼，啊，互因哦卖半成品来互因填雨伞，感觉才有意义的。乐龄学习中心主要是希望乡内长辈行出家门，甲大家互动交流，做伙开讲，袂家己苦伫厝内。透过手工的活动，会当看到长辈利用另外的手法，认真的表情来填雨伞。另外，这次结善缘活动嘛，看到袂少夫妻做伙参加，共心填雨伞。多张新闻，叶凤如新港采访报道。新港乡电信社区举办书法演习课程，有三年外时间了。学员哦，讲愈学愈心得，嘛定定举办展览活动，互乡亲欣赏到书法之美。为着响应政府“村村有艺术”的政策，电信社区书法研习班成立毛三年的时间，班上的学员对学习书法这件代志是愈学愈有兴趣。第一个是因为我本身对书法很有兴趣。那刚好我们总干事这边说啊，不然我们自己，我也是定信新村的人，啊，刚好说啊，那我们来找一些我们自己村的人来学这个书法，因为我们总干事还有大家对书法这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兴趣。但是我们学书法最主要是因为能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步调能够减轻，把我们的步调放慢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步调放慢的话，我们就有时间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批几位亲自指导老师杨文杰表示，学书法上重要的是要有恒心、勤能补拙，唔免烦恼字体无好看，只要愿意开时间多练习，就当写出真水的毛笔字。有的我们社区成立才刚进来，有的今年才进来的，所以程度都不一样，老师都个别教了。书法班的学员毛笔字是愈写愈心得，有学员愿意用四天的时间来完成5000多字的金刚经。现在定兴书法班的名气嘛愈来愈响亮，班上学员的作品嘛常常受邀到各个所在参展。多张新闻，也奉有新港采访报道。
那再来哦，来看这新港乡溪底社区二湖班的成员，拢是有几啊十年经验的老工哦。不过因哦，每礼拜也是会安排固定的时间来练习，让人生过了更加精彩。甲铺看甲真认真，脚轻轻地在拍节奏。新港溪底社区二湖班的成员展现当年培养的默契合作优美音乐。我们二湖班成立两年多，今年是第三年。总共学员大概22个左右。二湖它是一种，应该怎么讲？它是一种会说话的乐器。然后它那个情感的表达比较丰富，它就是跟我们人一样有各种的表情，喜怒哀乐。班长郭文聪表示，班上的成员大部分拢已经有一二十年的经验，但也是安排固定时间进行团练，培养默契。真侪活动场合拢会邀请伊做嘉宾上台演奏。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嘛，哦，啊，有时候就是拉一拉，大家心情比较好啊。啊，平常有时候回去，有时候练习。伫厝想要幼儿湖，只要装消音架，对当进前按照练习，唔免惊去插到厝边头尾。班长郭文聪嘛讲，目前社区二胡班分做初阶甲进阶两班授课，所以无学过家己的乡亲唔免烦恼，只要对音乐有兴趣，都会当加入二胡班这个大家庭。头条新闻也丰富新港采访报道。保阳埔社区利用在地农产品甲糯米面来制作五行糯米面，讲这个口味特殊，营养搁开运。自从我装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真的很方便。有了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真的让人很安心。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洽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五分喇叭水准当家四口气，在万众瞩目的体育竞赛，全程直播，完整呈现。HBO HD 频道，强档巨片精彩不断，最新最 hit 的热门影集。来来。HD 电影台，华语制作，院线强档，追剧神人的最佳选择。动机动力，新频道就是要让你看的不要不要的。凯擘大宽屏 Super MOD 送你免费电影随选随看，遥控器按下 SMOD 就有免费看片金。周周强片随选随看，你家就是电影院。强档电影周周看强片，全区适用看片金。脸书搜寻大彰化新闻粉丝团，按赞分享，再送您凯擘影城电影票。更多好康资讯，请洽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HBO HD 高画质电影九月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26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巷仔内大树卡，廖丁边，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走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地方建设进展，全力人文风情。大中华新闻专题，全力长大声讲，媒体全力注入新活力，在地才敢大声。欢迎准时收看。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用更快的速度摆脱时间的束缚。凯擘大宽频500Mbps光纤上网，急速登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
乡亲，带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中华保盐是竹米的故乡，全台四分之一的竹米拢来自保盐，因此在保盐的埔仔社区是这个向外来推销家乡，特别开发五香米，那口味特殊，一个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加持，好食过的人拢感觉营养够好食。五彩缤纷的五香米推销特色产业，让人看了嘴暖是滴滴滴。详细一看，一挂料理有红的、有青、有紫色的，不但色最好看，还有阵阵的香气。因为我们是在糯米原乡嘛，那我们这边有糯米、白糯米、黑糯米，还有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火龙果，还有人参菜，好、哦、这样的五个颜色啊，就制作成五个五行面。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有经过检验 ，SGS 的检验。那还有我们的有材其实有那个有机认证土地产出的火龙果跟人参菜来制作。原来这款菜式料理是来自竹米的故乡埔盐埔仔社区。做脸的面，糯米面，因为我们埔盐乡是糯米盐乡，我们希望可以结合在地的产业、在地的文化来做一些社区产业。那我们从100年的盐化糯米面之后呢，我们再发想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再来推广我们的在地产业？所以我们就在申请的2年计划，我们去年研发这个五行面。那五行面的制作呢？五行糯米面，这个制作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在地的五蔬果来入面。我们希望这个五蔬果是跟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的健康是有呼应的。不只是可以吃到，就吃到健康，也可以帮在地的一个产业来做行销。那我们去年的研发，那今年呢，我们就是结合其他社区，就要让大家可以吃遍彰化一碗面。那除非我们的五行面以外，我们结合其他社区的各地方的一个产业来做结合。那我们在9月17号会办一个料理大赛，在这个料理大赛，我们会挑选三组比较优胜的一个社区来，我们日后我们会结合共同行销还有包装的这个作业。想要吃看卖五行健康的滋味吗？9月17号，不妨来到埔盐埔仔社区品尝五行面，感受天地人合一、健康养生的新创意美食。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埔盐采访报道。吃火锅的主角就是肉，现在有火锅业者出奇招，讲按现在开始到9月底推出名册打卡、按赞、分享、留言，就可以送一盘伊比利猪，要给民众开淡薄仔钱，就可以吃到西班牙上界天然的风味。由火分布真少的伊比利猪放入去火锅内面，烫一下，火锅内面满满的新鲜蔬菜，带出肉清甜。吃起来跟外面一般的猪肉真的是超级的入口即化，而且它吃起来很有油脂，很香，感觉不像是一般的猪。跟一般的猪肉比起来，这个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没有那个猪的臭臭的味道，而且好嫩，好好吃哦，好划算哦，就等于几乎不到半价就可以再吃到好美味的猪肉。彰化市一间火锅业者实在真讲究，有牛小排、伊比利猪、海产，真侪种的选择，让人客食火锅有满满幸福的感觉。而且只要开两鼎，去面册按赞、分享、留言，就会当免费摕到一盘西班牙伊比利猪。西班牙的国宝伊比利猪在西班牙它是放牧的，哦，是在野地里面放牧啊，它吃的是什么象式的那个种子。哦，所以它的那个不是像我们这边养的猪是不一样的，哦，它的肉质的话特别的鲜嫩，特别的好吃。因为两个人同行的话，他打卡，我们就会送他一盘伊比利猪。啊，来的话价格它是价值258块，哦，那你这样来两位来的话，哦，打卡的话可能就打4折左右。珍贵的伊比利猪主要生长伫咧西班牙南部，饲养拢是用上界天然的方式，食的也阁是像果子。这几年来，也是台湾市面上上界行的肉类选择。业者无少成本，就是为着要伫真竞争的市场内面抢攻消费者的热茶啊！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彰化采访报道。
来关心客户搁在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78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9.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椰菜上价49，中价40，下价27；青菜上价106，中价102，下价80；茄仔上价58.3，中价35.2，下价22.9；菜刀上价60，中价45，下价33。韭菜花上价84，中价62，下价50。高丽菜上价42.7，中价25.2，下价17.6；包心白上价33，中价25，下价15；葱头上价27，中价23，下价20。菜头上价17.1，中价14，下价10；葱啊上价166，中价156，下价144。我上价22.1，中价14.4，下价9.3；苦瓜上价58，中价37.5，下价20.5。今日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南部、台东地区也是来落这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哦天气拢较稳定。另外，温度部分各地区日时温度上悬来到32度至35度，无落雨的时阵会感觉较湿热。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廖鼎斌，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走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欢迎收听《观世音三台》万众瞩目的体育竞赛全程直播，完整呈现。HBO HD 频道，强档巨片，精彩不断，最新最 hit 的热门影集。因为 HD 电影台华语制作，院线强档，追剧神人的最佳选择。动机动力，新频道就是要让你看的不要不要的。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用更快的速度摆脱时间的束缚。凯擘大宽频500枚光纤上网，急速登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洽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